参加金门的锦标组的 1.6N， 那这次很高兴啊，就是能够拿到冠军，这个很难得的机会来金门。那基本上哈，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赛事哈，会让我不一样的体验。希望说金门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再办这种活动？那我一定还会再继续来参加。非常的特别，因为金门第一次办赛车，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，所以我决定参加。